这里的门窗屋顶皆嵌有金刚，安全无虞，绝不容许有刺客来犯。牢房就牢房，还说的那么好听。<笑>怎么，这遍地锦绣，它怎么就不是绮罗香了？且慢，多备些热水来。我们公子素性爱洁。 我要侍奉公子沐浴。行，我马上命人送上香汤。再多备些后毡，以防我们公子在沐浴时透风受寒。若是我们家公子在你这病州城有半分不适，我崔家大军必定踏平你这病州。后毡。 现在可以说话了。笑什么？我笑。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好像也跟现在差不多。是啊，你不知道那时候你有多凶，上来就要打架。胡说八道，明明是你先跟我动的手。胡说八道，不抢我珠子，我动手干嘛？什么珠子？哦，就那个破袋子，我早扔了。 此时此刻，还想跟我动手啊？哎呀，说正事吧。
你有什么打算呀？什么打算？当然是先想法子回趟崔家军，再来求公子你了。真的吗？你回到崔家军之后，还会来求公子我吗？嗯？你干嘛？看什么？皇孙此头颅可值无数城池，我怎么会舍得不回来救你呢？哼，你可真会说话，我好喜欢啊，太喜欢了。想不到这崔公子真是个怜香惜玉之人呢，啊，泡个澡还能洗出这种风景。